罗新平，他们也很满意了。
要停三天，第一天骑完，哈尔滨骑的选手要在交界区离开，交界区就是中央线接驳线，好，接驳线后座中间。好，第二位也是一样，要领旗，好，到交界区离开。明天将会进入最后一天。For the victory lap, though. Whoa, whoa. They ain't never seen nothing like this before. Little room when I came through the front door. Ask me if I stress overcome. What for? Train in the trees, please walk my sycamore. Touch burn the sands, cross hands, and stormy shore, shore seasons in the year, yeah. Ain't no channel for champions and chain no fear. Yeah, the champions here, Swiss gears. This is greater than trophies and saluted flags. Titles and crowns. The cross of man, deal with the dealer. Baby, the hand was played. New level, next stage. Learn the fate of the legend. Now tell me what's my next stage. Yeah. I said the champ is here. Oh, oh.好，开始进行机车一场，要按照顺序排列。好，不能超越机车。好，今天一天，好，骑完以后就可以开始查位。那第一站是到两千站，两千站后进入全速道，开始最后两千站的冲刺。再骑两年，晋级二分一站。好，活动线进入核心道。好，一分钟将进入最后一圈。开始跳水。For the victory lap though. Whoa, whoa. They ain't never seen nothing like this before. Lit the room when I came through the front door. I said, I'm not going to be here. Touch burning sands, cross lands, and stormy shore, shore seasons in the year. Yeah, the champ is here. Swiss gears.This is greater than trophies and saluted flags. Titles are claimed, the cross is paid. Yay, I carried the cross I made. Dealt with the dealer. Baby, the hand was played. New level, next stage. Learn the leader, the legend. Now tell me what's my next stage. Yay, I said the champ is here. Switch gears. I'm using the rear. And the blood, sweat, and tears in my throat so near.好，我们要做这一次，做这一次以后，看比赛，做这一次。
好，现在要热身一千。哦，行，十公里，30天。哦，好，领先有四位选手。现在开始攻击出去了，129跟102。But that's not by speculation. But the position that I got, I climb too high to fall, way too hard to drop. Stop clocks on this beam bag. Every day I'm the person in the jet lag. This is the be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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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the best time.I said the champ is here, switch gears. We keeping haters in the rear. At the blood, sweat and tears in my goal so near. 我现在要开始抢分了哈。好，开始要准备淘汰了，好注意，好，开始下下，哦，三号淘汰，三号。哥进行摇铃的六号好，最后两个
for the victory lap though.其实我走在一个很斜的地方，然后这个是330的标志，330公尺，然后到终点这边就是333，比333三圈就是1公里的意思。是还好吗？现在他刚跑完比赛了吗？拉过来，想问你这次你觉得你自己比赛比较如何？我觉得对我来说比我预期中还要好，因为其实我已经有大概7-8年没有碰这个项目，然后就临时练个一两个月，我觉得就来，我觉得一两个月还可以挤进决赛，就是还辛苦你了，比完了。哦，对啊，今天选手，嗨，大家好。觉得你这次比赛比得怎么样？一般般吧，因为我好久没有骑这个场地的比赛，六七。对啊，所以第一次回来算蛮新奇，然后但是又怕受伤害嘛。hey, 你好。你也很帅。我没有。你也很帅。我就一般般。请问这次比赛你比如何？还不错，都有在预期的成绩。我看都是前几。对，早上团是第一吧，后来昨天集体第一，今天后面最后一项全能第二。花了多久时间准备这个比赛？大概就一个月左右，就是因为以前也有骑过这个项目，所以其实就熟悉一下。一个礼拜吧。之前就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母校是大甲高中，所以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有接受场地的训练，但是只是大学之后就比较少接触这一块。对，一个礼拜。你一个礼拜拿那么多奖？好啦，一个礼拜比较就是几乎每天都有在骑，因为前阵子我都在练公路啊，可是我场地的底其实是有，因为我之前就是以前骑场地，对，我以前就是场地的底出来，所以我最近练公路之后，其实练体能，后来回来只是适应角度还有一些技巧的问题而已，就在稍微微调。对，那你之前骑场地出身，那你之前骑了多久？大概应该十几年吧，因为十年我都骑短距离的。你最擅长项目是哪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领先计分吧。就是因为他就是去算那个计分数，然后算分数，就是你可以就是去计算说，哦，你这圈要不要抢，还是你该怎么骑，该怎样的。有，我刚才看你最后都。哦，对，对啊，就是可以去算，这我比较喜欢这样子。就是前三的话，可能是1公里吧，还有进轮。我其实这两天这样跑下来，我觉得在团队追逐或团队竞速动态式的我会比较有优势，因为我的启动就是静止那种很慢，因为现在都练公路嘛，所以相对的反应在这上面会比较好一点。你觉得场地赛跟公路赛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没有刹车啊不能变速不能变速就是其实
公路赛其实是有路线不一样，还有路线不一样啊，或者就是齿片可以有一些搭配，可是场地是就是绕圈的，所以你换一个齿片上去之后，你是要固定的齿片，所以其实你的速度都取决于你的回转，还有你的力，就是只要你踩比较重的话，就是力量的问题。对。公路你会有很多地形的变换嘛，然后齿比就是你有大小盘可以换啊，后面有11齿可以换，但是场地你就是要想好，我今天下这个项目我要用什么齿比，然后就不能改。对，然后你的状态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去负荷那个齿比，然后你的对手是用什么齿比，你可以去应付他对付他，这样子就是要有一点经验跟想法，你才会在这个场地中会骑得会比较顺畅一点。所以像如果是好跑团队追逐，然后接下来跑争先赛，可能你们会换齿的，会一定都会换。对对对，而且团队也是要看队友的齿比来做，一起做搭配这样。所以齿比算是在你们比赛当中算一个很机密的。如果对手问你说，哎，你现在齿比用多少 ？OK， 还是会跟他讲、啊，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的能力就是摆在那边，即便让对手知道了，对，就是也没关系，你可以跟着我，或者是你可以去做调整。公路车跟场地，公路车跟场地，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哪一个感觉？其实我觉得我两个都蛮喜欢的，因为一个是追求，一个追求速度啦，因为场地其实是比较追求速度，速度比较快。后来公路的话，是因为你骑乘会有一些。会欣赏一些风景，虽然骑起来很累，可是有时候你在骑的时候不会那么乏味，因为会到处骑，所以你会对会变化环境啊，还有一些路线不同，所以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感觉。谢谢，不客气。谢谢车司机选手，可以休息了。场地车跟公路车差异，一个是不能停脚的，不能停脚，一个是可以停，然后再来就是变速，对，大概就这样。对对对，旁边是你的没有刹车，对。场地车，他很帅哎，他怎么那么帅 ？Automatic。Yeah。好，那既然这样的话，你顺便介绍一下他好了。哦，有点惨了。不会，我觉得他超帅的。就是。所以他是没有刹车。对，他完全没刹车的。然后这是九域公司出的三刀轮，然后他其实也是可以用在公路上的，就是做改款的。就是没刹车嘛。不跟你讲太久，这样看起来像野配。对对对，前面也没刹车。刹车哎。对，它是没刹车的。对对对，然后它是单一齿盘。单一齿盘跟后面也是一个。52、13。这好小。对对对，然后它都是用螺丝锁的。对，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就这台车其实是很简便的。你感觉超爱的。很喜欢。我拿。其实我年初就买它，然后但是一直没有场地可以骑，然后就是前一个月才来。对啊，对啊，对啊。很美，难怪你都想拍啊。对啊，对啊。好吧，谢谢。OK。辛苦了，休息。OK。这是一个特别体验，第一次看场地赛，第一次拍场地，对，非常多的项目，领先积分啦、啊，然后团队竞速、团队追逐、争先赛等等等，对，这是一个初体验概念。好了，我们下次见吧，大家拜拜。看心雨现在几度？29度。We could drive along an ocean reflecting the sun, or make a bed of green. 你想象一下，这个就有高低起伏，所以上每个角度。不太一样，全新的拍摄，哦，真的没有拍过，真的是速度比想象中还要快很多。拍摄上没有那么好追焦，除了拍照难追焦之外，拍影片更难追焦，是一个新的挑战。选手很努力，摄影师也很努力。哇，现在有 Mavic 2 Pro。再飞一次，是博宏的哥哥跟博宏的爸爸吗？是啊。你们每一场比赛都会来看吗？几乎啦，通常都会来看。这么有心，场地看得比较清楚啊。你最喜欢看他比什么项目？落后淘汰赛哦，还有领先积分。不打扰你们看比赛。
上个厕所而已。啊，真的吗？晚上就看不到车尾灯。真的吗？我只是想重新读书，小孩回来才走。就是原本两位妈妈，他们是看我爸比较，然后刚才分别跟我撒谎，然后他们的儿子都是新竹高中的，然后现在开始聊起天来，真棒！而且他们都愿意来支持小孩子看比赛，我觉得超感动的。天气实在太热，相机疯狂热档，我现在在等待，只要一等待，我就会把外套遮起来。不是保护我的相机，是真的太热了，相机一直在过热。哎呀，天气，选手还要实习，学姐你们好伟大，你们好棒。